阿贝上其实是烫伤，他好像有人群恐惧症。好嘞，来，没事没事。觉得我可能忽略了这只狗狗的过去。现在所有的状况里面，我是目前是最糟的。我们毕竟对他们来讲都是陌生的，还是需要点时间去适应。Top Dog 回家。